想抓我吧，下地狱去吧！妖就是妖，魅惑众生，应得惩罚。我杀了你这个臭和尚！吴完不灵，快放了我姐姐，不然我就踏平第三次法海。为天道，灭亡。 天道，我只要我姐姐。啊！姐姐，还我姐姐！还我姐姐！蛇妖将你镇于此处，镇魂司看管，每百年加一次封印，直到消亡。500年后，妖物横行。 镇魂司以捉妖，保护百姓为己任。武术人以成为捉妖师，进入镇魂司为荣。第一轮选拔赛，率先拿到桃花妖内丹者，可获得最高分数，分数前20，皆可进入下一轮。不好，锁心又碎了。师兄。 师兄，你没事吧？我想给你疗伤吧。我用寒冰真气暂时压制住你的锁心印，希望师父早点出关。师兄，你怎么样了？还有哪不舒服吗？灵儿，你要相信我的技术，绝对没问题的。那是。 你看我现在活蹦乱跳的，一点事都没有。但是你最近修炼过度，希望注意一下锁心印破损，不然的话……选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要是不控制好灵力，就没办法成为捉妖师了。可是，师兄的身体要紧啊！萧凌哥哥，萧凌哥哥，你终于醒了，人家可担心你了。选拔赛正式开始，这就是比赛场地吗？是啊。 只要我们能连赢2场，就可以拿到九天玉衡尺了。这次是桃花妖吗？据说桃花妖最善舞蹈，获人心智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师兄那么努力修行，我们一定能拿第一的。就是，萧凌哥哥修炼那么刻苦，一定可以的。<笑>真是说大话呀！连自己灵力都控制不好的人，还想拿第一啊？你才说大话呢！要是我师兄不行，还有谁行？当然是我了。 像我这么玉树临风、英俊潇洒的贵公子，那桃花妖见了我，肯定得倒头就拜。救命啊！桃花妖，想拿我的内丹？桃花妖的魅灵术，捉妖师。 不过是一群废物罢了，还想动手？瞧瞧这小脸，多好的心绪！妖怪，收了你！站住！你能不能束缚？你来追我呀！师兄，你们现在就待着，我去追桃花妖。没有踪影了。想抓我吧？ 下地狱去吧！啊！这怎么会有个姑娘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里怎么会有个姑娘？ 你是谁？我是青云谷的李修宁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这是哪儿？这里是镜湖之地。姑娘是谁？怎么会在这儿？小青，活下去！我是小青。小青。啊！
到底是谁？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我为什么记不起来了？我们先出去吧。是他，就是他们，刚才就是他们弄出那么大动静的。打扰我们？弄死他！妖怪！碰到我们镜湖二妖，算你们运气好。没运气好。识相的话，赶快把值钱的东西给我交出来。都交出来，否则，否则啥呀？哎呀，龙套话不要太多。龙套话不要太多。哎，弄错了！手怎么挣脱不开了？不是说给他们绑一起就行了吗？我们是妖怪，又不是月老，绑什么玩意儿绑？妖怪，快把法术解开！先叫我一声阿大大人，再叫我一声阿二大人。哎，老大，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生活所迫呀。对呀，我上有80岁老妖，下有10多岁小妖啊。不是。你那外面都有小妖精了，我怎么都不知道？我告诉你了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再说一遍，快把法术解开，否则我就不告，我他妈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！救命啊！师兄，想抓我，我先杀了你们！小心姑娘，小心！高玉，不好！今日先放过你了。苏心音开始破碎了吗？苏心音又松动了吗？再这样下去，命都快没了。没事，只是可惜人的桃花要跑了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上手抢我师兄的风玉坠？那是我的玉坠啊。你个强盗，这分明就是我师兄的风玉坠，怎么就是你的了？师兄，你干什么啊？别闹了，我们中了妖怪的缚灵术。你的玉坠为什么跟我的一样啊？这是我从小戴的玉佩，你的还有记忆吗？我不知道。想不起来就别想了。喂，你这人为什么跟我师兄绑在一块儿？我不叫喂，我叫小青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绑在一起。忽然出现的这么可疑，这种地方可都是妖怪丛生的。你是妖怪？你冷静点，有没有妖气？啊，小青，那不是妖怪。妖怪有千变万化呢。就是。是在说我是妖怪吗？可惜人的桃花妖跑了。李秋宁，现在当务之急是先把缚灵术解开，然后再把身体恢复。我们先回客栈吧。